是换我骗的决定。哇！没有是沙家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音，欢迎到玲玲开箱去。今天我们要开的是角落生物卫生纸。这怎么开啊？又挡住了，放下面好了，放下面。啊？我们这次买的是五叉花、五叶花吧？这是角落小伙伴抽湿卫生纸粉绿版。嗯，它好可爱哦！一百抽有十二包六袋。工作餐，这是一包夹一些卫生纸，你来介绍。这包是绿色的颜色，它这里呢就是一个角落生物的图片，猫咪、炸猪排、白熊、企鹅、粉圆，有红、蓝、黄，然后它里面的图案是这样子的，一个郊游的场景。你猜对了，是郊游。对，这个我要两包，这里后面这里。也有一些图案，三包，这里有个纸板，这张纸板，还有这个，还有附赠一个纸板，这个很大的纸板，六包，它总共有六包角落生物卫生纸，它这是 Kitty， 那是公寮，我们旁边那个是公寮。当陆地，我们要出来。还有三个三片可以当陆地。陆地，还有包。等一下哦。这么用。哎呦，不行。直接是这样的。哎。等等。OK。好了，纸板做得到。纸板贴上去。我去，我做看看了。我也要做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做不进去。我做得进去吧。听说在后面的人最惨、看是不是真的。你们看。姐姐在上面那个。不是啦，下面的。猫咪看我。会垮哈。它的口就是在面，要把天空切一半，然后打开。企鹅好可怜，被切了。它就是跟一般卫生纸一样，看起来，然后看材质，然后企鹅被切断了，材质很好。这就放在我们房间。它这个很舒服，辛苦了，给它一下手。刚才真的好累啊！材质好好。来看看它多少层，我也要。
一层，两层。这宝宝的魔术，一个卫生纸变成两个了，然后下面的宝宝都是，然后长大之后就懂了，然后就气死。下面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片，然后下次见，拜拜。